有人吗？住宿吧。大婶，我们那这轱辘的司机，车把坏路边了，在这住一晚上。行，那兄弟啊，你们算是找对了，这前后十几里呀，就我们这一家了。是吗？这样，给我们来一间吧。行，那就那间吧。哦，那间是吧？哎，没问题。大婶，有没有什么吃的呀？有啊，农家饭，比不上你们大城市的餐馆。没事儿，随便几个菜都行，要是有鸡的话炖一吃。有，那你们这带吃带住的能给多少钱呢？哦，大婶，你看，2块钱够吗？哎，够了够了。那你们先到屋里边歇着啊，先喝点水，我给你们做饭去。好好，麻烦大婶了啊，谢谢啊。可以了，那好了，你说。姚队，今儿多亏了你，要不然今天晚上非冻死不可。夏天儿，不还有我呢吗？老大就算不动手，我也给弄好的。哎，行了，你少废话，赶紧开车吧。夏天儿，我说是真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赶紧开车。是。老大，快到了吧？应该说就在前面了，按公里数也就10分8分的吧。老大，快点开。知道了。老大，是这儿吗？就是。老队，厨房里好像有人。过去看看。有人吗？哎呦，住宿啊！大娘，我们就是想吃点东西，顺便打听点事情。啥事儿？你说吧。麻烦你啊。你看看这两个人，你认识吗？你们是？我们是警察。对，大娘，我们是警察。那照片上的人是？大娘，这照片上的人是越狱杀人犯。杀？你是在哪见过他们吧？他就住在那个房间里。
三哥怎么了？睡得好好的。我有种预感，警察正在后面追我们。三哥，哪有那么多警察呀？你太敏感了吧，三哥。虎子，我不是敏感，小心驶到万年船。这个时候还是谨慎一点为好。三哥，那去哪儿啊？现在？凤凰寨，走吧。行。姚队，你说叶三天也太狡猾了，他怎么能突然逃跑了呢？就是，难道他还能知道我们来？你们知道什么叫惊弓之鸟吗？现在叶三天他们就是受惊的老鼠，吃饭睡觉都不踏实，这很正常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早有预感，所以才逃跑的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应该逃不远，那我们现在就追他们去。追什么？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吃饭和睡觉。老大，你说什么呢？没糊涂吧？我没糊涂，我清醒得很。叶三天他们现在没有发现我们，还会出现的。而且他们出现的下一站一定是凤凰寨。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呀？姚队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两条腿怎么能跑过四个轮子呢？是吧，姚队？好了，别说了，抓紧时间吃饭休息。三哥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别再睡了，赶紧赶路。好。三哥，咱们快到了吧？咱不去凤凰寨了。什么？不去凤凰寨了？三哥，咱们现在可是一点吃喝都没有了呀。咱们现在要绕路去落草沟，往那儿去弄吃的。哥，这事儿吧，我觉得太小心了。不是小心，是保命。我们分头查看一下。是。走吧。走。三哥，快到了吧？到了，我在前面。走吧，走。老大，咱们在这等了一天了，叶三天不会不来了吧？是啊，姚队，这按说也早该到了吧？坏了，怎么了？我们应该去落草沟。
三哥，那边好像是一家饭馆。这样，吃完饭赶紧离开这儿。明白了。文兰，快快点。明白。快快快快走！老子，还追不追？别急，叶三天受伤了，肯定往山里跑。叶三天受伤了，肯定跑不远，我们还是追吧。不必了，他越是受伤越跑得快，而且现在山里天黑，容易迷路。他们应该是往海西方向逃窜的，落草沟离海西大概有200多公里吧，我们可以去仙女山等啊。怎么了？又打不着了？破车。慢点，慢点，三哥，慢点。三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能扛得住。什么问题？好像电路出问题了。三哥，你中的可是枪伤呀，咱们要不然去医院吧。马虎啊，我告诉你，警察追得这么紧，我们不能再沿着路走了。那咱们怎么办呀？我们只能往深山里走，这山是贯通的，只有这样警察才追不上我们。你现在可中的是枪伤，咱们必须马上去医院，要不然会越来越严重的。三哥，你听我的行不行啊？马虎，你去生堆火，把匕首烧一烧，给我把这个弹头取出来。三哥，去医院吧，三哥，快去，快去。怎么样？换缆机坏了。修好需要多长时间？2-3个小时吧。来吧。三哥，你忍着点。来。
小哥，你忍一下啊。三哥，子弹取出来了，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咱们下面怎么办呀？不子，把火弄灭了，咱们进山。行，明白了。老大，没路了，前面应该就是仙女山了。姚队，叶三天知道我们在追他，他会从这儿走吗？会的，但他不会从山边走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会从大山里走？老大，那怎么办？带上我们必备的用品，进山。是。嗯。走吧。三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三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往上走，走，小心，小心！哎，跨过去，大哥，跨过去！好，哎，哎，谁？呀，麦德森，小心！哎，小心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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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哥，三哥，你怎么了？三哥，怎么了？三哥，你是不是饿了？要不我去舀水给你喝吧。这附近没有水源，你别乱爬了，我歇会儿就好了。来，三哥，躺下休息。小队，我们还能追上他们吗？叶三天他们现在跟我们拼的是耐力和毅力。老大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叶三天知道我们在追他，一定会拼命的赶往海西。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仙女山。走。这实在是，
老大，还有多久可以到仙女山？二三十公里吧。二三十公里。夏天啊，你那还有吃的吗？我还哪还有吃的呀？我还饿着呢。你们都忍一下吧，到了仙女山一定会有吃的。出发。老队，这就是仙女山吗？对，这里就是仙女山。现在我们分开行动，仔细的查找一下有没有叶三天他们留下来的痕迹，然后在这里汇合，马上开始。是，明白。三哥，这虫子可以吃的，快吃吧。三哥，你头怎么这么烫啊？是不是发烧了？没事。什么没事？肯定是枪伤发炎引起的。我说过没事。老队，会不会是叶三天他们还没赶到啊？老大，叶三天会不会绕道而行啊？仙女山是去海西的必经之路，按照我们刚才勘察的结果来看，他们应该还没赶到。我们就在这等他。不用了，我们可以顺着内山回去，迎着他。姚队的意思是我们顺着内山纵身往回走？对，我们是开车赶到的，叶三天现在身上有枪伤，他也不敢顺着山边走，他一定会选择内山的路线绕道仙女山。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我们往里走没准能堵上他们。从内山路线绕到仙女山一定会经过两个地方，一线天和老君庙。现在我们先赶到老君庙去。三哥，三哥，
明明，明明，三哥，三哥，三哥你怎么了？三哥，慢点啊！老大，这儿就是老君庙吧？没错，老君庙是通往海西的必经之路。我们在这原地休息，一会儿再赶往一线天。休息吧。嗯。哎呀。文兰，来根烟吧。不要，我现在啊。就想吃两斤饺子。你还想吃两斤饺子？我现在都没什么想法，就想洗个脸洗个头。你这个想法不能有，追捕过程中坚决不能生病啊。哎，姚顿，你就没有别的想要的？我想刮个胡子。我也是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休息一会儿。
大夫。啊，看病的。对，我问一下啊，你这儿有没有止疼和消炎的药？太好了，麻烦你给我来点好吗？您哪不舒服呀？大夫，不是我不舒服，是我大哥不舒服。我们呢是公路的司机，这两天他感冒发烧了，病得很严重，麻烦你给我开一点好吗？不过那都是处方药啊。大夫，我知道是处方药，但是我大哥这两天真的病得很严重，他发烧得很厉害，如果没有药的话，他会死人的。大夫，我求求你了，大夫，求求你了。不敢，不敢，孩子，不敢。大夫，那真的不合适。老板，麻烦你有火腿肠跟面包吗？有，你要多少？你有多少？火腿肠就这么多，面包还有四个。那你全给我吧。好嘞。这是500块钱，算我求你了，帮帮忙好吗？拜托了，如果没有药的话，真的会死人的，大夫。那您稍等。我给你取钱，谢谢。老板，哎，那个你有卫生巾吗？有。这个。您算下来给你多少钱？85铢。大夫，这两种药，您看会用吗？谢谢。姚队，快来！什么事？我把马虎击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刚才去村里给你买吃的，在村卫生所附近碰到了马虎，于是我就把他给击毙了。你确定是马虎吗？我确定。这是他的枪。姚队，在他死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手里还拿止痛药还有消炎药。这说明叶三天的枪伤发炎了，他一定藏在附近。如果没有判断错的话，应该是藏匿在一线天。
叶三天，你已经跑不掉了，我们已经把你包围了，交枪投降是你唯一的出路，知道没有？少废话！叶三天，我实话告诉你，马虎已经被我们击毙了，你走投无路了，交枪投降，我给你一分钟考虑，知道没有？嫂子，感谢你为兄弟做了这条鱼。三哥，走，进去。Thank you.